我操！他跳太翘了，妈了！小飞，我靠，小飞别红了，他是他妈真翘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ecky 贝基。是，请问一下你的三围是？32D、24、35。您身高？165，体重48公斤。你的星座是？摩羯座。摩羯座，你的体育成绩由于比男生的好啊。看得出来吧，我是这一排女孩子里面感觉是最猛的。真的。对。那请问一下你最拿手的运动。运动就是背肌啊。对啊，就背肌啊，重训跟拳击。拳击啊，拳击。我最喜欢拳击的。还有拳击的，我们。他在偷偷讲话的。没有。你们是认识的。没有。你们是认识的。所以拳击的来了，拳击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你跳出来，我没有讲的啊，你自己跳出来的。职业病，直接给他肩膀一拳，看看你的力道如何。撑住，认真吗？认真，认真，没认真，可以帮我拿一下。背肌，连一点背肌都没有。我们这里不是 rocky， 经不起背肌啊，也是阿里，好不好？经不起背肌，一拳把他打倒，痛痛的。来，麦给我，热身一下，热身。我离远，我跟你讲，他很耐打的。我差点打你的脸了，他在速度我反应很重，好来来，真的，好，不要不闪，不能闪啊，危险啊，突然来，背击来，我操，来打到你，那个声音不调啊，我听到清脆的啪啪的声音，听到吗？我今天没办法参赛，不好意思，把力量吃进去，等一下先打一轮，我们可能就会往下，你知道吗？先给他那个，我就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动。你自己不会打哦。说实在，你算打歪了吧？对啊，真的，我动都没动。对啊。那你等下试就知道了嘛，等下比赛力道，力道很猛，很猛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有在练。其实骨头那一样，那里没有肉。哎，你这样久贯穿我背肌了。你这样打久，你成精了你。不会，你说死掉不是啊，这是成仙的，对啊，越来越厉害。OK， 那你觉得今天哪一个男生在你眼里不是对手？就是立冬啊，被打还要被消遣，所以我刚刚很认真被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他很厉害，他按笔电笔，他没有在怕电笔哥，你真的还是好好的讲笑话或撩妹就不。电笔吧，就真的就这样了。电笔不是体能活啊，对啊，那个是哎，那个他的意思说他也只能做到就这样了啦。在体能活这上面来讲，没有他的事。我带你快挂了，预备，先部位，好部位，部位由你来。OK， 部位启动，头，头，头怎么颜色？头要什么颜色？脸都绿。是女生先还是男生先？黄色，不是黄色头。我先还是他先？一起，头有在黄色就可以了。对，看看倒数三秒就要摆好 pose。好，3、2、1，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来下一个部位，左脚。左脚什么颜色呢？蓝色。左脚蓝色。蓝脚。哎呦，蓝脚。抢地盘，来，接下来一个部位是，等一下，他跳太翘了，妈了！小飞，我靠，小飞别红了，你是他妈真翘啊！这位置太烂了，真眼睛看错了，对啊，没有办法，那也是他的错，老师你要为了荣誉，老师，人家又右脚，右脚，右脚，哎，我这样右转，我这样。我只有一个小小要求，麻烦快一点。OK， 等一下，那你赶快啊！快一点，就你在拖。去，好，右脚。好了，右脚呢？什么颜色？右脚跟我一样位置。右脚蓝色。右脚蓝色。右脚蓝色。臭死他！你双重右，头不能换，头不能换，头不能换的，头不能玩，头不能换，不能换的。哎呦！下一个部位，右手。红色，右手红色，红色可以。后面，右手红色，可以。哎呦！哇，这什么姿势啊？你们可以对望哎。哇，这什么姿势啊？快一点，太翘了。头，不要动。不让残局。来，背起，右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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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黄色，右脚黄色，右脚黄色，右脚黄色。李老师，我有，可以，老师，下一次。犯累，没办法，哎，输在脚臭，试一下，我不跟你讲。这也是原战术哎，真的很臭吗？对，不会，我真正的有怀疑。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